山聪哥去滚应该好开心噶，做乜滚到流晒马尿嘅？有小朋友呢样嘢系计划之中噶嘛？都可以叫做少少意外噶，即兴嘅又我都系。O K， 即兴生过啦。系啊，就生咗啦。系咁紧要？咁快手咁强壮嘅咩？托赖啊！我都好庆幸，我成日都讲，我好彩生咗 Jacko。如果唔系，我会好后悔。即系我觉得，即系有咗呢个小朋友系带俾我好多欢乐，带俾我好多改变。例如最大嘅改变系，即系我谂我对，即系对爱护屋企嗰个心态系会唔同，或者有咗佢之后，我对人与人之间嗰样嘢又会唔同，同埋会即系真系为佢着想先。因为我会觉得呢个世界所有咩都唔系你。嗰啲物質啊，咩都唔係你，佢先係你，即係佢先係你嘅血脈啊！嗱，講到眼濕濕嘅喎，即係因為真嘅，即係我唔知道 Jacko 將來點。我係一個好，我諗我係一個好開通嘅爸爸，因為我爸爸都係咁，即係我 family 都係好開通嘅。你睇下，即係可以俾我任性咗咁多年，我媽見到我結婚嗰日，佢係最開心。即係佢而家見到個孫，即係依樣嘢係，即係咁多年，我覺得我都冇錫過我媽，但反而係生咗一個小朋友，即係我見到佢嗰種開心，即係依樣嘢，我覺得所以我係做得最，即係我成世人喺佢望住個仔，當然啦，佢我諗我去到六十歲，佢都咁擔心我，但係佢見到依個孫，我見到佢嗰種快樂。即系我觉得呢件事系做得啱，估唔到滚滚下都可以滚出人生意义，不如再讲多啲啊！